作为蜀汉少有的可独当一面的大将，关羽的却称得上蜀汉集团的头号战将。刘备、诸葛亮入川，将刘备集团的根据的交给关羽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诸葛亮入川前选择驻防荆州的军师将领其实有很多，比如赵云和张飞，但诸葛亮最终选择了关羽，因为张飞性情暴戾，且有之前醉酒丢徐州的事儿，因此不敢用张飞。至于赵云，是在刘备和诸葛亮眼里，赵云是个坚决服从领导且勇猛的将才，单兵作战能力强，但缺乏统筹计划的领导能力。关羽虽傲慢但有谋略，之前刘备出阵总带住关羽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队伍人才稀少的蜀汉来说，绝对不会因为一次的兵败就会杀了的。我认为末班无奈之下的刘备，最多责罚几句，绝不会杀了关羽，而是用激将法令其夺回荆州，一雪前耻。因为刘备的这一举动，蜀汉内部的北方兵和荆州兵空前团结。后来诸葛亮五次北伐，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度，蜀汉早就散摊子了。并且刘禅的皇位在当时也是出奇的稳固，魏博和吴博后来都有权臣乱政的问题，尤其是魏博皇位都让人给篡了，但是唯独蜀汉没有这个问题。刘禅稳坐皇位40年，所以说虽然真实历史上的刘备、关羽二人的关系亲密度不像《三国演义》中描述的那么夸张，但是关羽在刘备阵营中的地位很高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刘备于公于私都不能对关羽下手。总的来说，我认为刘备只要脑子不抽风，以正史上对他的记载来分析，他完全没有杀掉关羽的可能性。即便是关羽丢了荆州，让刘备损失了即墨金兵以及战略主动权，但刘备依然不会杀关羽。